我的前方50米的地方是淮安非常知名的漕运博物馆，中国漕运博物馆，门票50块钱，就这个地方，我已经买好门票了，50块钱，走，我们去参观一下。漕运，公粮水运。先秦汉魏南北朝就有了，非常有历史的西汉木船，这个船是有一定设计的。宋代的船，唐代的船，南船北马，王家营。这里是运河沿线的城市啊，从通州到杭州。